道什么是什么，第一次玩。三个一样的，没挑战性。小洛经理来，你叫我小洛经理。我你多硬气，神货。好大一朵花呀！哎，没有漏我就放心了。懂都不懂。真香。看我这个 ，enjoy。又是这个，嚯，这么多，我怕吃不完吧。到我了。哇，八个都是我的。分我两个。小的美。今天全是强，里面是谢谢。藏什么？这有三个碗，你非要动我面前的？是。小洛基 ，enjoy。可我这么做？啊操！真香。到我了。还一秒的啥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那我分你点。不，我才不要呢。看我的。哎呀，香香。我这个比你还好吃一点。你要什么？阿兰蜜。你们谁来分析一下？嘿嘿，不来呀，我不来。那我来就我来，没菜呀没菜，里面没肉呀我不爱，辣椒啊加辣椒，一颗也太少，小虾米呀小虾米，小的虾米必有大的，你确定不能改？我改了就是你小孩，大虾呀大虾虾，羡不羡慕？这个我经常吃，从不羡慕。我先来，腊肉，你废了，你废了啊！走，三锤啊，又三锤！我有肉，我有肉。看我对，没菜呀，没菜。啊啊，上来！我后面是水，还没上来。今天我要做什么？你的，我这边。不香？怎么失控的？没有你干表面。
样子吧。哈哈，还是我治病吧。来来吧，给你吃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吃了什么？吃什么？冰激凌。我先去。别别我。拿了吧，谢谢。嗯，是。跑哎！啊！真香！哎呀。我来分析，可以。这个虾头看起来挺豪华，但是我不看表面。这个鸡骨头，不出意外应该是牛牛啃过的吧？小虾头里面给你暗藏玄机，龙虾尾。小虾，贪心不足，蛇吞象。我选哪个？听你的，你自选。我帮你选。那我选这个。嗯，那好吧。鸡鸡鸡鸡鸡。两个鸡巴子。你不知道它是啥？总是喜欢看表面。
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大龙虾，下回来，知道你不要看表妹，不表面。今天我坐船，谁能找到吃什么？没人抓。我先选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我，没意见。没见过世面，好像你见过世面一样。这你不对，我这边任何东西在速度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三条鱼，我牙缝都比它大。这个墨鱼仔虽然是海里的，但是也太小了吧。这个鸡巴子明显就比它实在。哦咦，鸡巴子，鸡巴子，鸡巴子，谁吃了？我就选这三条鱼，小的上面不有大的大鱼鱼，三条大鱼鱼。长毛，吓得赶紧来找我们旅游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们产品多，没有科技，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打开盖子之后见到空气就会容易变坏，特别是筷子上沾了水会更加加速变质，所以大家打开之后一定不要用湿筷子去夹。吃完之后拧紧瓶盖，有条件的记得放冰箱保存。还有什么问题评论区。今天我坐船，我们里面选。我要变。在。啊？
给你一次。我吃力了，我没力。我的奶奶，狠心当鬼了吧？他妈的！打不死他，你打不死他，你打不死他，你打不死他。别吵了，我先去。快走。过来。你是奶奶，你摸不得，我不要。废了！该走该。还有一个。狠心当鬼了吧？今天陈思雨，明天孙先生。我先学。大胆的爸爸叫人物。全是你的胡傻。
法。今天我们的很有意见吧？你们谁先忍？我先忍。你有啥意思啊？我帮你洗，我自己洗。咦，你遇见玉米？讽刺，是个小虾米在这都是个事。我先。鞋垫子，我在辣椒酱里放鞋垫子都香。吃了八字的香港醉哟。啊？谢谢，你吃啊。人品，应粉丝要求，拉票你送妆，感谢粉丝的支持。沙子兰，你先稍等一下。鸭老板，你歇歇，等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稍等啦，你手机不好，我帮你修。这就是好人。这么多够你吃了。够你啊！够你分了。原先我与我生气，他敢和我对一桌你。我先选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来呀，爸爸，看谁先选。我先，都是好的，干杯！全都知道，知道了，别去做。两个小哈拉米，谁先来？我来。滚！地缝应该也是我先来。炸！嘿！哎呀，那你瞧我的。
我的。就你的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小卡拉米，看这个！谁说他猪不吃啊？可能他吃腻了吧。切！切什么切？难怪你来不及！凭什么他不行？那我不行吗？好吧，你来。感谢我的老板南哥，这个喊你的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压了吧，不行。这个躺你的，难道是福寿螺？哎，不要。这个唬你的，难道是扬州大闸蟹？我就选这个。大闸蟹，你可以。我选的海里人、本来我想选这个的，被你选才一年，电池健康度就从100%掉到90%了。刚出门电，不一会就没电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手机就坏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教你一招，手机掉电坏不耐用，你点视频左下角下载转转 APP， 搜索电池健康，就能查到你的电池寿命了。还能根据你的使用习惯，给你使用建议。要得住的话，至少能让电池多用2-3年。我们也去试一试，评论区告诉我。好，我去试一下。今天都是大号，今天吃饭。也是。要你这么没酒精。接你们走走。嘿，我是谁？我2天没来就烧到了。我的嘞，你的，哎呦！